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娟窿娟罅，系我 Emma。大家知唔知道我今日嚟到西九龙有咩做呢？应该大家都知道，今日咧就系呢个 Empress 大馆嘅新开幕啦，11月12号。咁我今日咧就会嚟率先同大家入去入边参观下。咁大家咧记得嚟之前咧要上网预约咗先喎。咁因为佢哋而家做紧一啲人流管制啦，咁所以大家就预约咗先可以入嚟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即刻去睇下。我是 B1 多媒體展區，哇！這個建築物真的很型。跟住大家見唔見到中間呢一張湯圓台之類咁樣？跟住咧，又見到啲凳咧，相咗喺張台上面咧，好型啊！
展館，雖然只係話得六個展館可以參觀啦，但其實都如果你用心機去或者用時間慢慢去欣賞嘅話咧，其實你可能要用3至4個鐘先可以行完呢個展館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對呢啲藝術好有興趣啦，咁你哋就可以早啲嚟，我哋就可以有多啲時間。係啦，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